OK，今天我们要学的是2.1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Human Respiratory System 就是人类的呼吸系统。OK，那么在这一课哦，有几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叫做 breathing。OK，breathing 就是呼吸。OK，breathing 就是呼吸。那么呼吸是什么？Okay, breathing is the process of inhaling and exhaling air by lungs. 就是 breathing 就是我们吸气，inhaling 就是吸气，exhaling 就是呼气。by lung 就是 lung 就是我们的肺啦，就是我们的肺吸气跟呼气的过程，就叫 breathing。那么我们的呼吸系统。Human respiratory system，人类的呼吸系统到底是有什么功能？它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就是 to supply oxygen and remove carbon dioxide from body cell，就是提供氧气，还有拿掉二氧化碳，从哪里？从我们的细胞。就是说，我们呼吸系统的功能就是，在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那边。拿掉二氧化碳，还有提供氧气。OK，remove carbon dioxide and supply oxygen。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structure of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OK，structure of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我们人类呼吸系统的构造。所以这边的名字你都需要记得，你也需要能够 spell。OK，你要能够拼它的字母出来，OK，spelling 一定要对。对，第一，我们就从我们的鼻子这边看，第一就是我们的鼻孔，鼻孔就是 nostril，然后过后里面这边的就是我们的鼻腔，这个鼻子里面的这个空间叫做 nasal cavity，然后在里面就是 pharynx，OK，pharynx，然后在下面就是 epiglottis。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 epiglottis 到底是做什么的。OK，然后接下来就是 larynx，OK，larynx，这个 larynx 的功能它就是产生声音。OK，在 larynx 里面有我们的 voice box，就是我们讲话能够发出声音，就是通过这个 larynx 这个构造。接下来进入这个 larynx，进来这个呼吸的管道，这个管道最大条的这个就叫做 trachea，OK，trachea，然后这个 trachea 就会分叉变成两条。就是叫做 bronchus，然后这个 bronchus 就再分叉，继续分叉，变成小小条、小小条、幼幼的，就是叫做 bronchial。然后 bronchial 的最尾那边就有这个一粒一粒好像气球这样子的，这个一粒一粒好像气球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就叫做 alveolus。这个 alveolus 在这边哦，在这个 alveolus 这边就是我们交换气体的地方。就是氧气进入我们的身体，然后二氧化碳从我们的身体跑进去这个 alveolus。OK，oxygen come in, carbon dioxide go out，就是在这个 alveolus。So 这个整块东西就是里面有很多这个 bronchial，又有 alveolus，又有很多血管的这个整个器官，就是叫做 lungs。叫做 lungs，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胸口这边，我们有两个 lungs 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 lungs，然后我们看我们的 lungs 哦，就是由什么来保护？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排骨，就是我们的 ribs，我们的 ribs。这个排骨哦，它的构造好像一个笼子这样，OK，好像一个笼子盖住保护我们的 lungs，所以叫做 ribs cage，叫做 rib cage，OK。